好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一首《嗨嗨人生》哈。那这首歌它最高音是咪，高音咪。那最低音，记得是好像也是咪还是哆，忘掉哈。那原则上，如果说我们用三管的陶笛来吹奏，是刚好 OK， 好，那里面有几个技巧哈。第一个，一首歌好听，你的拍子一定要对，拍子要对，然后再来，它的转音，转音也很重要，转音，比如你啊，看一下。啊，咪，我就是咪嗦咪。啊，瑞，我就瑞咪嘞。这是不是就是个转音？拉哆啦。好，再来它的尾音，就是要抖。就是练抖音开始的时候先平平的嗦，好，过个一拍，那慢慢慢慢变大声，再慢慢变小声慢慢大声，慢慢快，慢慢再慢，跟萨克斯风完全一样，所有的抖音都类同呼呼呼呼呼呼，他的抖音怎么吹？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大概这几个地方因为这首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吹了我听学生在吹奏，那我想在这边等，在车上等人，我就把车上的这一把陶笛拿来，跟着音乐吹一次，那因为有点小瑕疵，我也懒得再修改大概就是凭我的印象把它吹出来那就是转音、抖音，然后拍子要对那就很好听了OK， 拜拜。